開始錄係嘛？Hello 咁多喺今次真係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咧就喺廣州度翻嚟啦，因為我要帶大家去趁墟去睇睇呢個天地咖啡節。咖啡聽到呢個天地咖啡節呢個名咧，係咪覺得好霸氣咧？咁其實呢度咧就只不過係一個嶺南新天地人搞嘅一個咖啡節嚟嘅。而呢個天地咖啡節咧，又係一個天地襯墟節嘅一部分嚟嘅。因為佢跟住落嚟咧，就係仲有一個文創節同一個寵物節嘅。呢個係一包十張，係啊係啊，呢包係咯，乜？咁啊，呢個咖啡節咧，其實都算係呢、這個即係五六月份廣東地區呢個波咩新冠肺炎過後嘅其中一個比較大型嘅活動啦。咁啊，所以其實睇到好多人過嚟呢度嘅。咁啊，今日咖啡節咧，其實又撞啱七夕啦，即係你佢係中唔中意飲咖啡嘅都好咧，都係行過嚟呢度咁啊過下癮啦。咁你啊？糖嗰件牌嘅都係廣州。好好，嗰個係林峯啊。你點做啊？純飲嘅威士忌都係希望純飲，純飲我哋推薦純飲。我以為你帶咖啡啊，你啲帶咖啡都咖啡啊。Hello，有啦，試下我哋嘅冰滴特調啊，試邊杯啊？你想要係紅色嘅杯係嘛？跟住咯。咁其實飲咖啡呢個習慣咧，以前咧喺中國內地呢度咧，就得上海呢個地方咧就叫比較流行嘅啫。咁但係咧，喺近呢幾年啦，好似呢三五年左右啦，咁啊內地嗰啲咖啡館咧，就慢慢咧喺好多唔同嘅城市咧都多咗起身啦。就因為呢啲咁啊咖啡店多咗啦，咁啊呢個咖啡文化咧就喺呢個中國內地入邊咧變得越嚟越流行啦。而且咧，佢每個省啊，每個市啊，不同地方的咖啡店都有它自己的特色的，特别在佛山这里很多的咖啡店都会加上那些广东本土的元素在里面的。就好似呢間咁樣樣嘅李仲盛堂嘅老鋪，佢咧呢度入邊咧就有啲展示廳咁樣樣啦，嗱，即係門口呢個展廳嚟嘅，咁啊嗰啲豆咧就同嗰啲藥啊嗰啲啱啱嗰啲咪裝埋一起，咁啊入到嚟咧，你其實第一眼咧就會覺得佢係一個藥房嚟嘅，咁啊你慢慢睇真啲咧，先知道係一間咖啡店嚟。佢呢度話可以修正你嘅發際線㗎啦。